哎，大家好，三福。那我们接下来开这个 SD 四十五飞机配套牌，重获魔之身游戏飞机配套牌哦，迪士尼乐园啊，哎、欸，真是香啊！好了，那个我们的套牌系列都得到 SD 四十五了，好久，好久。我、哦、这个系列好像从二十级开到现在。你买第一个套牌是 SD， 我也忘记是哪一个。买的第一个是 SD 五，我好像 SD 一有买。我买的是 SD， 我忘了，还是还没有 S， 没有了。我买的第一个套牌是游戏。你说 Y 第二期的 YU，YU 年代久远。然后还有 JY 神之内，开发是 K 那个。你好意思哦、喔？哎、欸，拜托，那时候那个套牌价科其实很好哎、欸，拜托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来开三盒，看能开到什么。那产地是韩国，啊，刻东西其实还不错啦，有真实 G， 非常的纯。哎、欸。好，那一样老样子哦，我们要就是先开一盒，看看里面的，剩下都是强化包，其他我们就看强化包就好了。还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真香！太年轻了，太年轻了 ，Too young。这场地只有。可惜那场地纸就是出纸的，不是那个。好，我们去看场地纸。就跟零食那时候一样，零食那时候还可以抽。我们在出的趋势里面，这种都是比较小张，因为还有两只。这边比较小张，这还是小，这边还有两只小只的。对，它都是同一个桶里面。没有，它就封面啊，封面了，封面，封面这样子。拆两，封面是这样，还可以摊开。拿去付费，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后面就是推坑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介绍、欸、生态研究结果哎、欸，这好屌、啊，这好屌、啊，好赞、啊，总是加了一点故事在里面有一点新花样，对啊，有点新花样，这边到时候可以拆下来，那、啊、这边就是强力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他磕两只，他这次就新的两张嘛，不错啊，就充了两只新怪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就来开吧，看正事。看，先看这个。在哪里呢？完了，又一个人不会猜了。没有会猜啊，只是找不到而已。都是我们都一起，跟他一起拿牌去玩。然后刚才跟我说，这种风格是最好的。嗯，不要速带，速带超好，速带超，不过是有点脚伤了。那也是没啥办法。我他妈去一下就。这前面几张都是新卡，重获之源，新的环境卡，重获的诱惑，香吗？香啊，能不香吗？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故意。这个超强的啊！有被诱惑了吗？抓昆虫族、植物族怪、四星怪兽一体或通话陷阱卡，神器发动啊，然后抽过两张啊，拜托，超强哎！环境我记得也还行啊。还有新的落穴，狂祸，狂祸是什么？特殊召唤成功的回合，对手场上攻击2000以上的怪兽一体，对象发动，那怪兽破坏，然后自己目的的洞的通常陷阱卡或落穴通常陷阱卡存在场合，对手目的怪兽一体除外，蛮厉害的，可以丢两张。好，后面就是复刻卡。复刻卡，喜闻乐见。奈落，哎、欸，他奈落不会是还有普卡的哦？他两个版本吗？看一下，不是被锁根了。他是对，一个普钻，一个普通版本。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！太会了吧？还要逼死？太会了、啊！还要逼死强迫症？刚好就是各三张啊難！难怪给你两张，哎呀，都算好了。哎、不错，还蛮有心的、啊，给两个不同版本。你不会说啊？干怎么有六张？哎、欸，不同版本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也磕了。这磕是磕哪一个版本啊？好像是 OCG， 好像是 OCG 的哦。我看应该是 OCG， 比较 low， 真香啊。好，还有两只坏兽，哎，两只 G， 哎呦，这个超强，孤兰花，磕烂了。现在磕这个，首次复刻，丝花的贤者，很快，首次复刻成了。然后机械骑士 JK， 哇，竟然还有这个，哇，冰火掌，哎。还有这个走错路了吧？没想不到是磕什么了。哎、欸，开玩笑，达士好伙伴哎、欸，开玩笑。你也经历过那个年代，冰火掌护哦。就没了。哎呀，魔法卡两张 ，double 选一。
烤烂。落雷训山的吧？落雷羽毛草。落雷放出来了。好的。羽毛草放出来。最早的穴。别闹了。落穴。这两个，这个穴是最早，但是这个穴最强的穴。套出。最强穴。套出。炼狱穴。哎，消防可以捡。谢谢你。谢谢哦。这个很强，哇，这个很强啊！消华可以减，就代表炼狱家。还有幻影骑士团啊，干嘛？哇，神智哎，哇，神心术哎，他出本家啦、啊，御前四合、啊，本家要丢手啊，他不用啊。科这样不错哎，不错啊，这盒没有，因为他其实出的也没有道理。重点，他没出很多种，所以他其实很好看，是外包其实很好看。宠物模式本家都好，我一定要再重申一次，一定都这个看起来真的很色情，还好。他这个系列，合理吗？他真的，嘿嘿，很危险，嘿！哇！哎，发财了！新卡半钻，新卡半钻，哎，超亮，超亮，很快，哎、欸，怎么靠腰？版本没变，你怎么是亮面？你怎么是亮面？你怎么还是亮面？他是会出半钻，会。那个韩战哭晕在厕所。他版本完全没变，他完全没有变、啊，他还是亮面跟半段。我一定要韩半哭晕在厕所。是，这张是哎，张是新卡吗？旧的，叫旧卡，旧的吧？我也忘了，好像新的，好像新的吧？对，我也忘了，反正是新的，新的，最后才放出来的新卡。好了，剩下两盒，本家不假，剩下两盒就是看强化包了。无欲无求，无欲无求，就封面，直接看后面，直接看那一包，封面那一只是这一只、啊，封面是这一只，都打开进去。买外包，因为告诉我这个分针两张，这个分针，然后我就一直抽那一盒。他讲到你那时候没跟我讲一盒只有一张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。Okay.好了，这个就开这个就好了。看重点，看重点。反正从六五中开始，可爱一直以来都是主流站那个，主流第一。啊？因为那时候都是、啊、我跟阿龙都是打主流。讲古中，老人干股。什么？讲古中。讲古中，你可以讲冰火掌啊，有去冰火掌。啊，冰火掌是我。他们先锋盖一只怪不敢打。对啊，那时候先锋盖一只怪就是冰火掌。不敢打，我不敢打。为什么冰火总是一个吗？还如何？你看完效果就知道了，还会如何？而且你把你现在的速度再调，要调慢很多。而且那个冰火掌还不会被耐弱。对啊，有个白痴的。哈哈，那后宫就出来先各解一张。好了，把最后两包开完就收工了。点的血。哟、欸、哦，好羞哦！你很会开耶，好羞哦！哎、欸。那该不会？不会，最后一盒也是啊！哎呀，可惜，第二张吗？哎，没有，完蛋了！你不要奶！哎，没有，哎，完了！哎，不错，还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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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！哎呦，很赚！好了，那我们这次这个 SD 四十五就开完了。哦，不过这一次太幼了吗？别说了，我这一部影片真的很危险。是这部影片如果被黄标、哦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。观看图我就觉得很危险。他们应该都十八岁了吧？妈，显然，封面露出度没有很高吧？那还好。对，重点不是露出度的问题。你不能小看我们的同地 YouTube 君，可能被 FB 二。封面可以用白的啊。哦，谢谢你、哦，谢谢哦。没有，道理，封面放卡表。他说他喜欢龙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哦，我放只狙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上次就是放狙啊，对对狙，上次那个奶盒就是放狙啊。上次是 SR 复刻，哎呀，复刻狙啊，这是政治狙套牌，哎，政治狙套牌。你说放狙在后面，脸色真的好淡。我、啊、没办法了，淡子。好啦，他有点明显色差、欸，嗯。好了，那就这次的套牌就开完了。那据我所知是全台湾大砍货吧？亏啊！对啊，可是好像我们的那个什么、啊、煤屋顶上面好像都有货的样子，好神奇哦！到底砍去哪里了？就450没货，500有货、啊。嗯，450没货了，哎、欸，500有货、哦，老样子嘛，500现货、啊。好啦，那这次就开完啦。那喜欢这影片，喜欢小吃就上一个六五三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